如果你真的翻过来，你不想要是拿后面，比如说我已经是最后一张了，啊，后面没东西啦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怎么样？你看背面可不可以选那？可以，没有，但是它会变成什么？这个颜色，紫的颜色，有没有注意到了？啊，一定要盖好，哎，所以你也不见得说一定要指定颜那个图片，你可以直接用颜色也可以，这样 OK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刚刚没有特别提到的。